呀，滑雪喽！滚，滚，我走了，滚！跑快点，滚！拖住我的手。教练就是想再跟你待一个小时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们去打拳击。在拳击场上就很帅，有精神支柱就不一样哈。瞬间虚荣心作祟。说真话，你们真的有没有在一起啊？我一定是这个公司里面最有出息的小孩，我要为我爸争一口气。现在你是全村的骄傲。这个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，我也是很内疚的一件事。上次录完的第二天，他是那天是主动联系我说他想要私底下跟我讲一些话，这样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好，走吧。他还是不是我的理想型？这个东西是打一个问号的。我就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，可能错过了就错过了一辈子嘛。还不是很能够确定他的选择。